supaya jadi rasio bisa cedera ni siapa kau ni? Jono, Jimmy, sudah. Sinu sinu sahaja tu, tu sahaja rasio ni agak dah. Cik itu anjir aja. Ah, cik itu anjir aja. Lawanita. Kau boleh. Sebab ni dia ada yang kita faham. Jema iya dah eh. Ada. Iya dah faham. Ya aja. Naya. Jema iya mesti. Malah. Iya dah faham. Iya dah faham. Cik dah faham.和哥哥去买牛肉了，然后牛肉的话是非常贵的，因为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牦牛，顶多是需要20000，所以牦牛肉也是非常贵的。然后我们两个的话，一斤是45块的，买了4斤左右，然后也是花了将近200块钱，啊，再加上这个里面的骨头这些都是不算的，也是一起要称的，所以。 在藏区牦牛肉是非常贵的，但是我们这边猪肉是比较便宜的，吃的也是多的。我们饺子呀都是吃的，但是猪肉的做法我们不太会，所以我们频繁都会买一些牛肉。那么牛肉是怎么做？牛肉炒肉，然后会做牛肉干。但是4斤的牛肉几乎就没有几个牛肉干了，所以我们就不做，就炒肉，然后做面条的时候下面做牛肉面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也会在夏天的时候把今年吃的那种冷冻的牛肉，我们会生着吃，我们也觉得非常好吃，拌着那种辣椒是非常好吃，也有生肉烤着吃，就是在炉子上面烤着吃，有这样的，你们应该看到就觉得啊吃不惯，但是我们的话生肉也有很多人吃，然后牛肉里面加一些淀粉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这样煮完以后。 然后去吃的话是非常美味的。我前面说的都是煮牛肉是吧？如果你们想炒菜的话，可以加一些料酒，就是肉给切丁丁，然后切完肉以后加点料酒把它去腥，然后就炒菜就非常好。为什么放蔬菜呢？蔬菜的话就是荤素搭配，二就是蔬菜里面有碱性嘛，然后。 可以有效那种去异味，再加一个腥味。放蔬菜还是觉得有一些腥味的话，可以倒酒，也是有去腥味的。虽然我们是不用这样，因为我们不觉得有腥味，可能是从小吃惯了的原因。最后一个就是拉姆想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如果你们想去买牛肉的话，就是去市场的话，一定要去好好的分清，就是有很多牛肉嘛，看看区别，就是要看它的颜色，颜色越深的话，说明它牛肉是最好的。 然后肥肉多的话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有的牛肉就是现在市面上什么鱼龙混杂都有嘛，你可能有的人会注水，所以就是一定要分清，就是颜色越暗，然后在这摸的时候就是有点沾手的时候没有注水，如果特别滑的话是注水的都一定要记住哦。好了，然后就是现在的话牛肉已经买好了，大概也就是这样，然后拉姆去学习了，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还有 ins 和 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每周下午6点左右记得来 YouTube 看我的首播哦，谢谢大家。